各种律师啊。这律师呢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，反正在美国干什么事情你都要找律师的，都要找。比如说出了交通事故啦，要找，还有被罚单啦，被警察给罚啦，也要找他。就哪怕是一点小事都要找他，所以在美国这律师很吃香啊，相当吃香。Made in正宗美国货，搞笑搞笑。哎，这边韩国字。哎呦，好家伙，这是干嘛的？这边还搞了一游乐场啊！我以前还没见过了。是好家伙，哦，这边是公共卫生间，临时的，你看还可以排队，还有这玩意儿。这帮人，哎呀，这埃及法老呢，狮身人面像啊！要赚了，要赚了，这个也要赚了。黑压压的人呐，我的天呐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嗯。这条街好长啊，这么多，太长了，我要穿过去，不能再走了，再走太长了，我都举了15分钟了。太长太长。
一般穿过去吧，穿过去，穿过去，太长太长。各种打广告的之类的，这边，因为它是一个集市嘛。赞助。这是干嘛的？在搞一个央视春晚？不会吧？搜中文台？我的天哪！在美国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台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那边他妈太远了，那边太远了。哎，太远太远，不好意思去，我要到前面。嗨。第一次感觉吧，这边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干净的，相对而言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国内那种场景了。当然等到那个结束的时候，我会再过来看一看它到底干不干净，离开的时候。煮关东铁板鱿鱼。哦，这边还有随时都在搞的那个清洁卫生的。见过小心。我不知道他 pick up 到了。哦，这个 Japanese Courage Chicken 日本什么什么炸鸡啊，应该麻辣鸭脖也没几个人。喂，这家人好多啊。之前我吃了一个那种鱿鱼嘛，鱿鱼王特大，哎呦，那个真的是太大了，吃的我一个给我吃饱了。它不像中国那个，中国可能大概只有一个手的那个鱿鱼就这么大，它那个是海里面那种真的那种大的鱿鱼啊，它是海里面的那个老大了。我切了一半给我，哎呦，我吃得饱饱的。东亚银行，哎，这边算是暖和的。大家通过了，你看这些店铺吧，你就知道大概华人他是对什么感兴趣的。通过这些细节就可以，就跟收集情报一样，你通过由小见大，由小见大，你要观察细微的这个变化。微信扫一扫，微信扫。全美一站是金融服务。有点意思，这个卖的有点意思，卖琴。
表演吗？哎，我就觉得说马大家怎么出来，我把你准备太压力。这边正在一些表演，新年快乐。哎，小女孩。回去了，时间太长了。